台湾第一部上流家庭宫斗影集《亲爱坏蛋》即将在4月21日起三立都会台每周五晚上10点首播，找来隋唐、温升豪、六月、修杰楷、林辉敏和向杰如等人主演。官方脸书日前释出新一波名为《女人宫斗篇：假上流真下流》的预告影片，隋唐和温升豪搬进的新社区，住着上流贵妇，但似乎在他们夫妻的出现后爆出各种风波，让六月带着杀气质问隋唐到底有什么企图。在我们这个社区，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假面。三梅姐为什么不坐车啊？这样子我们好像在 hunting 哦。你把枪拿出来啊。为什么你开口闭口要不是钱要不就是人脉？一般来就风波不断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韩真真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4月21号晚上10点，亲爱坏蛋。